乐儿数学逻辑王，因果关系成长版。小朋友们，欢迎来到乐儿数学逻辑王。今天是新年第一天，菲特突然打电话向我求助，让我们一起看看菲特发生什么事情了吧。菲特，谢谢你招待我们。回想一下，这一年我们一起做了好多事情呢。希望新的一年我们能过得更有趣。哎呦，你们真好。啦啦啦啦啦！啊，今年的最后一天，我过得真开心。明天再烧水吧。明天一起床就刷碗吧。新的一年里，我会是更勤劳的男子汉。太阳公公，新年好。鸟儿鸟儿，新年好。哎，卫生间怎么没有水呢？Oh my god， 我家的水被偷走了。我得去找大家帮忙，把水找回来。咦，这是什么？停水通知。原来是菲特家里停水了。如果没有了水，菲特家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小朋友们，请找到菲特家停水后可能导致的结果吧。小朋友们，你们找对了吗？菲特家如果停水了，会导致菲特洗不了餐具，洗不了衣服，冲不了厕所。菲特家停水是事情的原因，而这三种情况就是这件事情所导致的结果。你学会了吗？下面我们一起玩个因果关系的游戏吧。小朋友们，请根据情境帮图片中的小伙伴们找到合适的帽子吧。小朋友们，今天我们学习了事物的因果关系。原来生活中的事物都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。你还能说出生活中哪些有因果关系的事情呢？想学习更多有趣的数学知识吗？我们下期再见喽。